2018年英超的夏季转会窗已经关闭，各支英超的引援也告一段落。利物浦在今年夏天豪购四名球员，一共花费了 1.822 亿欧元，领跑英超。切尔西紧随其后，蓝军在夏窗花费了 1.37 亿欧元，尤其是以8000万欧元引进了西班牙门将凯帕，让球迷们大呼过瘾。除了英超的传统豪门外，其他英超球队也是不甘示弱。西汉姆联在最近几个赛季一直处于英超中下游，在今年夏窗他们开启了疯狂的买人模式。在今年夏天，西汉姆联更换了教练，此前执教中超球队河北华夏幸福的智利名帅佩莱格里尼成为了球队的新主帅。在球员方面，西汉姆更是一口气怒砸了 1.03 亿英镑，换算成人民币就是9亿之多。西汉姆联引进的球员分别为波兰门将法比安斯基、英格兰后卫弗里德里克斯、英格兰中场威尔希尔、乌克兰前锋亚尔莫连科、巴西中场菲利佩安德森、法国后卫迪奥普、巴拉圭后卫巴尔布埃纳、葡萄牙前锋亚历山德列席尔瓦、西班牙前锋卢卡斯佩雷斯以及哥伦比亚中场卡洛斯桑切斯。西汉姆联最近几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在 2015-16 赛季取得的，当时的他们赢得了英超联赛的第七名。上个赛季西汉姆联仅仅取得了第13名。纵观最近几个赛季的夏季引援，西汉姆联都没有今年这么疯狂过，而加大投入无非是想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支西汉姆联在新帅佩莱格里尼奥的带领下或许会成为英超新赛季的最大黑马。北京时间8月12日晚上8:30，西汉姆联将在客场迎来英超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们的对手是上赛季的欧冠亚军利物浦。虽然这是一场看似实力差距悬殊的比赛，而且利物浦在今年夏窗的引援力度也是英超最大的，但是足球是圆的，在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新赛季的西汉姆联值得期待，希望他们在首场比赛中能够给利物浦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如果能在客场带走哪怕是一分，或许也会是英超首轮的一大冷门。